What?这边重疾吃到就要走，不过重疾的血量已经先中了。哇哇哇哇！还闪现走了，不行了，快跑！这一波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嘞？有方沉睡风雨蓝 buff， 哇，帅气接下。继续的一个 poke， 这是捡到的 GLP 800，直接喷了对面一满脸，而且继续还想追击这一波 JP， 好像不太想让 Mating 走，不过走得太前面了。他肯定在前面扛住所有伤害 ，Koala 吃住之后开了白盾闪现拉开之后，右边开始狂点，搭配了左边柔一的伤害，直接打出了空月的一个复活。各位准备二度起来，瞬间直接交了闪现，来到了三角草丛，跟着队友一起离开。当然是用小龙做一个交换了，不过 Mating 这一场的小龙属性是一条风龙，不是很赚。接下来如果 Hana， 哈娜没捡到，他是不是不知道？预示者的眼睛怎么了？好笑了，他现在跑回去捡。我怎么没有？哈娜，你这波幽默了。哎呀，我怎么？我的眼。哇，现在不容易啊！是梅静想要打出破口。两边下路打的，哎呦，这里已经没闪，上一波交掉了。想要尝试往上劈一套伤害抓一下，没有闪现，Koala这边被秒杀之后，小 V 也被逼出了大绝。哇，这个抓的是有点容易，不过后续还想继续打团，开启了诸神王冠往前继续劈的欧拉夫，反而交出闪现要逃走。后面布朗姆闪现的一个冰的练习炸断，但没有炸好人。左边进场想要尝试做输出的波波，反而被晕眩出交了一个闪现，上面有个二煞是正在守备。后续是 Rock 的赶到，跟着队友说干得好，给予了算是血量的压力。小龙的血量剩下1900。目前没听的人员还是想要接这波团战的，上方空月正在等待这个小龙的血量，还在拉扯。然后同学开起来 ，Rate 这边尝试的限制对面，希望 JT 的人员可以赶紧吃掉这个巴龙。而 JT 确实也开始这么做了，往前滑，空月进来想要拿这个小龙开启大绝，这波面是往前拼，最后小龙是谁的？是欧拉夫拿到一个残血的空月，最后劈出了 Q3， 反身伤害还有复活，继续打凯莎飞到了后排，不一直在后面的输出直接先收掉了上路的 Rate， 后续 JT 兵败如山倒，只能赶紧往右边逃逸了一只 Double Kill， 已经拿下两个人头，想继续追击，再度绑住了欧拉夫，哈娜往上继续逃跑，没听的人员是直接发育成长。突然450块上手，真奇怪！而且这时候右边位置又抓到了Koala，Koala这次一样没有闪现，四个人的包抄魔咒。而这时候确实还绕人过来，准备要单打开启大绝，剑魔灭是往前追击。瑞德知道自己跑不掉，所以反身要跟 Rock 互换，但看起来伤害并不太够。W 已经结束的情况下，空月在扛打，但雷兹慢慢的输出，差一点，但 W 好了，最后惊人空月。起来的瞬间会死的，交了闪现，跟着闪现的小 V 并没有追到空月，空月再一次的一个一技能滑下了墙。可以这样玩的吗？怎么玩的？感觉是用利用兵线去给压力，然后在人多打团战，在对面先抓了。这一个有巨物可到，贼听赶了过来，不过空月在旁边 TP 准备要跟这一个冥府邪殿已经挂要收 ，Koala 被留住，雷兹坐射过来直接包抄 ，Koala 再度的倒下。这一场 Koala 被针对的点很多，而且极速兵是原本继续追击，搭配闪现的 Rock 往前要抓波波，波波直接进化。要跑，而且这柔一的能力嘛，交了技能是会加速啊，会跑。不过这时候闪现的摇滚一炸，波波反应很快，反身是收头直接倒下中路。Uniboy 这波团战在塔前这一定开战其实是不差的，有机会继续输出。这一波虽然左边的布利就打出陈亮的伤害，他准备转一个辅助了，一个装备。这时候开始一波团战，左边抓的是 Uniboy 要被抓，波卡他这次飞了出来要抓 Rate 被逼出了惊人四个人的包抄，想要尝试救援。神经这边堵了一波单，没有救出 Rate 突然成为对手的一个伙伴，冰之乌尔加特，而且右边位置坦克机再度被抓，大节奏，瓜拉再倒下，这里是大节奏，关键就在于 Bobo 能不能阻止 Mate 吃掉这条巴龙。哈娜有海克斯科技闪现，看起来是要赌巴龙的这一波，伤害不错，伤害不错，陈龙再说，哎呦，隧道赶紧走，大家保护啊，打也不能倒。不过当然在几波的一个交战之后 ，JT。并没有选择就此作罢，继续来到。哎呦喂、啊！哎呦 ，W 直接拿出来，这里有机会把它卡住。什么状况？伤害好高，复活的瞬间赶紧开大，空间要跑，这一波 JT 的机会，保护还逼出了一个布朗姆的大绝，布朗姆也是连人带大绝一起倒下，继续追击。速度不是不慢的，但是感觉空间来不及了。这边空间距离很远，想要尝试开在 W 远方的虚空探测，差那么一点点。带一波。
巴龙已经不重点，是柔一前面这一波技能每一波都命中，哦哟，好痛的！闪耀星火加上星回白转这个配合，完全弹不住啊！而且再睡一觉，布朗姆这几乎所有伤害都是柔一打出来的。对，小兵就在旁边撸个两剑啊，就已经死光了。反而可能要去携手中路的，哎、欸，这里要抢开吗？送二杀石进去，二杀石赶到开大，瞬间要被打出复活了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一格还可以输出稍微一下下，不过没有抓到柔一风，我在右边丢出了沉睡风云，再出隧道的是布朗姆，布朗被留住之后跳出来的柔一打出伤害，往后继续拉扯前面的位置，第三个已经先倒下之后，所有的目标，所有人要杀两边，已经这边单挑 ，Bridge 打赢了 ，Bridge 在支持，再回去跟队友一起收走，不过后面的风风拿下了 Bridge 的人头，开始秀了，风再次跳进来，可惜 Q 技能并没有命中，可是被动打出来，从这边隧道再一个星辉白转，风风成神了。右边的位置空月赶紧要跑，想着这边的打野可能就会被风风狙狙了哦。拖时间，哈娜正在拖，不让空月回去就可以了。哎，刚才波团战是真的真的精彩，感觉凯莎没死，那是魅族的大节奏。这里是魅的，为了这座高地塔直接一个强开，二杀这本来是一个送头开战，但是他有他的 R 技能，然后 K 的这个关键技能其实是有控制到很多人，然后 Uniboy 这波技能其实是没什么用的，对，他只是被限制。但我觉得微风这个技能是非常关键，他最后还反而甩去点小 V， 然后把他点死了，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但是最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Bobo 这个在乱战之中精准的命中。我已经锁定你，在一个睡觉。我已锁定你。哇，这一个 double kill， 道高一，其实这些选手都非常熟悉的，尤其对于进攻方来说。没错，他这里就其实也就等就等。哎，这里马上要不想拖了，直接坐车后面包车是二杀子跟立三组一个进场，立三组伤害看起来还没打完，先被劈出了金人，后面的空位看起来也得撤退，不过在一个很好的位置，立三组在起来之前已经融化，不过差点倒下，波波有没有机会输出呢？凯撒壁纸里不断的一个输出，不一直伤害好高啊！沉默一直被隧道，不过隧道一个辅助，波波知道不行，赶紧撤退，猎神也只能被卖掉。不一直这一波打出高额输出的 double kill， 不一直接下那个 AD 的输出伤害感觉差有点多，这里是完全强行传的，就是直接不演了，就是要开你，没有任何优势的一个开团。 Uniboy 连大局都没开到，哎，这一波可以看得出来，实际如果有伤害表的话，我们会发现 Fofo 的伤害在这个团是非常非常低的，他只丢了一个一、e, 丢了一个 Q， 再丢了一个一、e, 就这样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是柔一的爆炸输出，哎，真的是爆炸输出。远古巨龙单靠两人就顺利拿下 Mating， 是因为 Mating 上一个闪现好像大家一起交的，所以这波如果作用雷之大绝做的是往后的话，哎，人员会被分开。这波是巴龙输出很快，巴龙掉落，最后是有雷之拿下，让他拿到巴龙之后，跟队友准备坐车再次往前进攻，这个目标直接传到正面了，这样子起来这边直接被打掉了自己的复活，左边柔宇打出伤害，让 Rock 已经无法进场，这一波是 JT 的一波机会，但追击能力感觉有一点痛苦，他肯定有大。不过没有办法，之后闪现的一个欧拉夫斧头并没有命中，没技能继续撤退，要看 Fofo 有没有技能。柔一都是非常畏惧的一个这样子的角色。哇，这个远古巨龙直接开了，靠着球火下来的空域，这时候搭配的是扭转之力，进场的是立三左 Uniboy 的目标旗，先往右边盯着 Hana， 再往左边准备进场。这时 Bridge 到后来开始做输出，双方的 AD 正面再度的单挑，不过是 Bridge 得胜了。Bridge 在右边的输出已经打好打满，左边 Bridge 虽然一扛三，但右边的 AD 已经无法阻止 Bridge 先行打掉了小 P 之后继续的追击，二杀的这一个 Q 三已将 Olaf 给秒掉。不，在右边加长的输出可惜输出不了任何伤害，只有沉睡摸鱼稍微骚扰一下之后，再把二杀师给用索命虐杀拉了回来。不过他不怕，他有天使甲，魅影这一波团战，收下两个人头，准备要结束比赛。Fofo想要尝试力挽狂澜，没有办法被 Koala 的嘴给救了起来，之后再继续的 poke， 用 Q 技能做骚扰，可惜距离是完全不够，中路水晶瓶已经掉落，魅影的人员应该是要带个兵线去中路这边，用一个炮车，单单的一个炮车就可能结束比赛。JT 现在的目标是打掉那台炮车，那台炮车打不打得掉？打不打得掉？完蛋！炮车来了，这个绝望的炮车有没有打掉？所有人开始注射炮车，打掉吧！不过塔已经掉了一半的血量，所以伤害欧一之后，记住塔已经掉，而且小兵准备进来，他给你这时候救了乌尔加勒，不过起来瞬间也已经没有输出能力。柔一虽然在旁边抓掉了一个二大师，但后续已经没有进攻的能力，让 Mating 可以继续的点塔。第二组的一个塔已经点掉了，而且乌尔加勒也没有太多输出的空间 ，Mating 是不断的打塔，拿下了这一场比赛。
微风这场太秀了，最后一波团战，他是一个人用他的 R 技能冲进去屠刺掉了 Bobo 半条血量，最后再跑去跟小 B 做一个单，基本上是一个人杀掉了两个 carry 啊！我的天哪，刺客凯莎直接将自己的一个身影压到了对面的后排去。本来追波团雷兹跟猎人组是想要开下面的，没想到微风抓到一个点，瞬间进去屠刺 Bobo， 变成说每个人跟着微风的脚步往上打，真的可怕。刚那一波微风的心脏是真的大，真的大，直接冲进去了。这就是凯莎跟萨尔在后期的强势的差距啊！凯莎那个大举还是有太灵活、太灵活的作用了，直接飞到后排啊！这是萨亚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，萨亚一辈子都做不到。你再给他200分钟好了，他不可能在空中，他不能飞到后排。哇，微风这一波是真的关键。刚那一波团战本来还是鹿死谁死哦，还难说。但微风一个大举进去，一瞬间，我看到微风进去的瞬间，波波已经快死了。对，波波没有办法像下半部那一次高地的团战，把 Breeze 给抓掉。那自然的结果是凯莎五件装的大前神威。是，那必须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感觉。